Omicron 新冠肺炎变种病毒引致香港爆发第五波疫情，特首林郑月娥前日就宣布了新一轮的防疫措施，除了晚市禁堂食、关闭多个场所之外，大型集会好像演唱会咁都要取消。张敬轩为了庆祝入行20周年，而举行的18场红馆 show 由第11场起，一共8场，因为咁全数都要延期。轩仔曾经出 post 好乐观咁话，希望疫情尽快散去，相信我哋好快会再见面。不过休息期间嘅轩仔就似乎有啲不满啦。佢今日喺社交网大发牢骚，话唔系冇嘢想讲，不过唔想新年流流讲粗口，饮多两日下枯草先。之后又连埋 hashtag 话唔好叫佢休息，话佢自己一啲都唔攰。又透露每开5场 show 一定会去照内窥镜检查声带，更加话医生话可以唱足30场。只要瞓够8个钟，佢透露原本仲准备咗好多首经典歌，而家讲笑就话唯有攞啲谱嚟送住祝先，似乎对演唱会被延期呢一单嘢有啲嬲嬲住啊！星岛头条 app 一 app 星岛，快啲 download 啦！立即下载星岛头条 app 啦！